挤着两个人还能搬得动。对，挤着。对，这个也要高吧。这里可以了，这里太远了。上一套一套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两个不一样的。上个东西没办法装了，这么高怎么装了？给上面给那个安装透明就可以了。让他倒回去了。不要不要，反正这边垫子是啊，比较薄啊，容易撑嘛。它稍微磕一点点就没效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。Thank you.